居然不用1000块就可以日本和牛吃到饱，还送一只大龙虾，在哪里这么好看？在烧肉粽只要1000块以内，你就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高级肉品。除了日本和牛，还有高级餐馆才点得到的奥丁牛肉。高级新菜色的话，像奥丁牛，但我们是全部是第一家是做吃到饱的店家。